由管虎执导，刘烨、张涵予、黄渤、梁静等主演的动作喜剧大片《厨子》《戏子》《痞子》在结束了北京的宣传之后，3月25日，全体主创又马不停蹄地来到上海进行宣传。发布会当天，相较其他主创的一身黑色装扮，黄渤以白色毛衣造型亮相，可谓一枝独秀。身为合伙人之一的黄渤，除了跑起宣传来不遗余力之外，更是在现场大爆自己的整蛊趣事。没关系，我跟那个班导还有那个梁静一块去澳大利亚，我去参加电影节还是干嘛来着？然后我们就去住在一个别墅，租了一个那个套房的别墅里面，两间房，我在一间，梁静在另外一间。然后呢，梁静就进去洗澡去了，然后完我就躺在床上，我就从那悄悄就溜进来了，溜进来以后，我也没意识到是谁，然后我就自然就躺黑了。对。我很自然的就躺到那儿，然后突然是有一个胳膊在打我的头上，咔咔，我就把头抬了一下，然后就电到了脖子下面，搂着你了。对，然后就开始往里收，我这就有点紧张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担心再给我来一口，这样就坏了，我突然就坏了。之前厨子戏子痞子在北京首映时，电影就获得了不俗的口碑，这也让张涵予有了拍续集的念头，而这个主意也纷纷得到了刘烨和黄渤的支持。不是特别明确的一个情感线，我跟那个一个人演的，演中千惠，我们计划呢把这在续集里面把这段给展开，就是续集我们俩看你俩谈恋爱是这个意思。这个通过这个展开的爱情呢，再弄一段这三人的故事，是是吧？啊，就这三人跟天生会有关系，都有关系，都有关系。我确实有这个计划，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是，因为我们三个现在就我们几位嘛，都是这个以投资人身份出现，然后说如果是能这回赚点钱，赚点奶粉钱，然后就决定再拍续集，这样就生活有保障。对，其实拍续集没什么坏处，前提是这次分赃的时候没拿钱。黄渤、刘烨和张涵予号称是好坏怪三人组，面对黄渤、刘烨的不靠谱，硬汉张涵予笑称自己是有备而来。这个问题就都清楚。我替你回答。